自从天丁哦过世之后呢，哇，王延熙哦的灵感一直没有能好好的被对待，我的工作表现呢也被影响了。哎呀，糟糕，马上呢我就要跟我的投资人报告了。I have to face my demons in order to make this presentation.哇，必须呢征服我的恐惧，打败我的心魔。 Demon 呢这个字哦，就是恶魔的意思，面对自己的恶魔， Face one's demon 就是呢要面对自己的心魔，面对自己的恐惧，克服障碍，达成目标。这一句希望你也学起来咯。